程大哥，啊，程大哥，你果然回来了。哎，师傅呢？师傅，师傅整个药局给方丈撂上了。方丈在药局。修行，功夫是越发精进了。还好方丈内力深厚，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啊，多谢拜火师父鼎力相救。嗨，方丈客气了，雕虫小技。拜火师父。我有一事不明，方丈请讲。拜火师父为何一直护着程文道？你还嫌他给少林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文道是文道，麻烦是麻烦。十年前发生那件事的时候，没有文道，可这少林的麻烦还少了。那要是他还想重返少林的话，你还会帮他吗？那如果方丈又被正行所伤，方丈还会找贫僧吗？还是要放下，放下过去，也唯有放下才能解脱呀。你干啥了？帮我一个忙，带我去方丈的禅房。采药往哪？我得先去采药去了。少林三杰不是吗？作为少林三杰，难道你从来都没想过要在少林寺里做出一番事业来吗？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就摆在你的面前，改变历史。这机会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。我知道你正心师伯为什么不说话，是秘密。就藏在方丈的禅房里。你确定？这次你怎么骗我？我如何放得下？当年十八铜人就是断在我的手上的。方丈如果不放下，那十八铜人就能回来了。正行就能开口讲话了，脱下枷锁。是啊，不放下，十八铜人回不来，正行也不会开口。但要是放下了，正行怎么办？他更要埋怨我了。怪只怪我当初委曲求全所做的一切，原本是想还少林一个清净，让少林成为一个没有世俗争纷烦扰的地方。可这少林越发不清净了。没错，原本是想武僧一散，朝廷便会放过少林，所以我就忍辱负重，对明德、对严党百般顺从，
我并非是觊觎少林方丈之位，而是想以一人的污名换来少林的清净。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，连十八铜人的。 你正行师伯修了十年的闭口禅，少林十八铜人，不知所踪，都是方丈造成的。这大哥，这不能在少林寺里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这事你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哎呀，陈大哥，哎呀，俺也是听别人说了，而且俺师傅不让给外边乱叫这头。告诉我。 知道多少算多少。不知道啥呀？行，反正我知道了。这秘密就在方丈的禅房里。待我进到方丈的禅房，我找到这一切的证据，把这证据交给正兴。 少林寺十年间那场劫难的一切疑云，都将烟消云散。怎么样？少林方丈的禅房，在那边。 你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？啊，少林三杰，这可是见证历史的时刻啊！哎，哎呦，你看，哎，高大人，高大人，高大人。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呀？算账了，算账。我要见李真真。啊，真真姑娘她正在休息。在哪儿休息？哎呀，高大人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你看，我这么大一个地儿，我总得开业吧？啊，今天呢，是有一位公子想听真真唱曲儿，所以就包了场。待会就找他。 哎呦，高大人，这不合适吧？来吧，高大人，走。瞧你瞅这破样子，这是干嘛？让开！啊，六公子，六公子干什么？啊！真真，真真，六公子，谁呀？哎呀，你别闹了。 高大人，高大人啊！我跟你说，还有话多少钱？我今天睡定他李真真了。公子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你哥哥公子啊！高大人息怒，这小奴皮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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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儿没有程大哥，咱去别的地儿找找看吧，再。失足了字儿啊！遗憾，给弄坏了这。这儿就没有跟十八铜人有关的东西。行，咱还是快走吧。再找找。哎呀，闭嘴，赶紧找。找啊！方丈，方丈，大哥，你这到底干啥呀？啊！哎呀，没事吧，陈大哥？甭管了，甭管了，甭管了，去！啊！把他给我叫出来！啊！整形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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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郑先生，郑先生，你快下去看看吧！程大哥在方丈的屋里发现个创疤，哎，师傅，恭喜你！八月初三，少林蒙冤遭劫，我16头人悉数遇难，正念以少林方丈之名，血书于此。 以铭记在心，不忘此难。正音、正远、正动、正势、正难、正空、正德、正贤。 正行，人世间的一切执念，都是镜花水月。每人所见所欲，都是上天的安排。一切，都是缘，缘起缘灭，缘聚缘散，这都是天意啊！你修闭口禅10年。 上天的安排，一切都是缘，人世间的一切执念，都是镜花水月。每人所见所欲，都是上天的安排。一切，都是缘，长长报不了。你。
正行师傅，你修了十年的闭口禅，带了十年的枷锁，为了这些名字，那你想过正念师傅吗？他这十年又是怎么过的？他又有多少说不出来的苦？正念师伯以方丈之名，用血把这十六个同仁的名字刻在床板底下，枕了十年。这十六个名字对他来说，又何尝不是捆了十年的枷锁呢？闻道三月之期已至，你明知铜片法之弊处，为何还要一意孤行？反正都是一死，我就想了却少林这桩恩怨，也不枉拜火师父对我的再造之恩。静下心来，还记得我小时候教你的口诀吗？这是少林寺不传的功法，本不应该传于外人，但你病情非常，不用此法难以续命。记住，往后每日需照此休息。反了你了，居然敢给他下药啊！你吃豹子胆了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他是高剑雄的人，让你不要碰他，不要碰他，你听了吗？吓跑了，闹出人命了，你让我这生意还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本身就是个赔钱的买卖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，有高剑雄在，你怎么拿他赚钱？买下他花了你多少银子？光靠弹琴唱曲，
什么时候能够收回个本钱？花那么大的价钱，请个姑奶奶回来，自作自受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聪明，你说下该怎么办？把它卖了。卖了？先别说他什么狗屁郡主的身份，就凭这个模样，这个嗓子，起码可以收回个成本。那你说，你说高大人呢？我该怎么交代啊？你别看他那个样子，他就是个傻蛋。怎么样？卖卖卖！天都亮了，赖火师傅，为了成文道，你消耗了那么多的内力，值得吗？十六铜人真的圆寂了吗？你为此背负骂名十年，值得吗？让他进来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高大人出大事了！高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他跑了，他不见了！哎呀，是真真姑娘不见了，高大人，他跑了！老霍，说明白。本来就没心思干这个，我哪能干得住他呀？而且高大人，上次您那个之后，店里根本就没人安心守夜了。他也许也来人，是封城，一日不找到李真真，一日不许开城。那真的快去。合作营找了一整天，还是没有李姑娘的踪迹。再找，再这样找下去，就要出乱子了。
殷建府那边催了好几次，让我们马上开门。我说了，再找。是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那为师跟你聊聊正行这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呀，他是执念太深，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地狱，结果呢，深陷其中而不能自知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对。这件事情上你看到了自己什么？他们的遭遇跟我能一样吗？他们什么遭遇我什么遭遇啊？你能不拿他们跟我比吗？明白了。正行是在地狱的第一层，而你城门道呢，在地狱的第十八层，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？对吧？既然都是地狱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赢了。你赢了，所以我能留下来吗？可以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教我？这不是我的问题。那难道是我的问题啊？这确实是你的问题。这事儿啊，得看你是想做真和尚还是假和尚。现在你心不可得，我给你考虑的时间。无论如何，不论真假，只要你开口了，为师都替你剃度。可这答案你得自己找。稍作休息，来找。到底还是没有找到李真真，对吧？好久不见啊，剑兄。先生，什么时候到的南京？学生有事原因。堂堂千户走丢了一个妓女就慌成这个样子，倒是你的杀父仇人至今下落不明，没看你怎么着急呀、啊、先生。行了，爱总比恨来得强烈，但你要记住，爱总会慢慢淡，但恨能让人记一辈子。听说你为他还杀了人，为了帮你摆平这件事情，我花了多少心思。我这刚一回来就赶上这么档事儿。你真是让我不省心啊。学生之罪，
李真真去哪儿了？逃走了。自从这郡王府被查封之后，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逃走，却没有离开半步。现在为什么反而要逃？你想过吗？ 你呀，就是太容易轻信别人。起来吧，带上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 李真真去哪儿了？那耳朵都聋了，答应你的说话。姑姑大人皇，真真姑娘被人贩子带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也不是我的错，真的不是我的错，都是他。 知道李真真不在南京城了，至于去了哪儿，一个大活人总会找到的。燕兄，杀两个妓女还用得着你动手吗？ 不要大人！ 知道我是谁吗？ 知道还求，看见了吧，剑兄。要杀一个人，就要做到，他只要听到你的名字。 就不再想活的事情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成大事。